远古之力，科隆召唤，争取时间，争取时间，地球面临大考验，集合团队，坚持信念，科隆勇士冲向前。小番茄们，快加入合金守护小分队，和月儿马术一起守护合金吧。神龙交出合金，竟然是奥古加。合金碎片是我的了。哦，月儿这是？怎么感觉我们来到了广州啊？广州？哦，你看，战兽环有反应。看来勇士基地就在附近了，我们赶紧去找找看。走。月儿，你看。战兽环的感应越来越强烈了。玩具反斗城，看来勇士基地就是这里了。我们进去。看来这里就是广州的科隆勇士基地了。可是没看着合金呀。不好，月儿，你看。神勇，怎么会这样？合金也不见了。是啊，想要拯救神勇，拿回合金，那就来完成挑战吧。奥米加，我就知道这一切肯定是奥米加捣的鬼。马术，我们一定要解救神勇，拿回合金。挑战一，手速大比拼，30秒内完成科隆武器的2合1组装。没问题，我们都是玩具小达人了。没错，而且马术手速了得。当然，为了拯救我们的神勇。哦，对，我们今天一定要团结统一。我们准备好了。OK， 拼装完成。这个挑战也太简单了吧！我就说了吧，难不倒我们的。奥米加，还有什么挑战呀？统统放马过来吧！挑战二，我爱记歌词。观看《科隆战记》片头曲，记住歌词和旋律，暂停时迅速唱出下一句歌词。啊！这个游戏好玩。哇，就是我虽然记忆力还可以，但是歌词这种东西根本……怎么，歌词对你来说太难了是吗？那倒也还好吧。那我们先来听一遍我们科隆主题曲吧。好，来吧。远古之力，科隆召唤。哎，这就熟。争取时间，地球面临的考验。哇，这首歌好好听啊！是不是蛮热血的？哦。坚持信念，科隆勇士冲向前。好，冲向前。跟我一样。热血少年，能量极限。哦，这个词是要断开的。很难记词，这等于记词了。副歌，这旋律好记。我和你，我们要胜利终点吗？闯过胜利的终点。小雨加油！加油！肯定会考，心不变，心不变，合金的能量无限。OK， 我们准备好了，来吧。远古之力，科隆召唤。争取时间，地球面临大考验。这个太简单了，这句。不怕一切困难，不怕一切困难，不怕一切困难。回答错了，我俩都是哎，都是困难。为什么我们会记住困难？不怕一切危险。好，下一句。不怕一切危险，超越能量极限，燃起少年火焰，点燃。
燃少年火焰，燃起少年火焰，然后下一句不怕一切困难，不这没有了，我们一起向前，确定吗？确定，确定吧，没有别的选择了。迎接每次考验，在身边不疲倦，相信梦想一定实现，我和你肩并肩大冒险，肩并肩，对，大冒险肩并肩，确定吗？确定。我和你冲过胜利的终点，哈哈哈哈，我们竟然没有猜对，还有三秒吗？来，肩并肩，肩并肩，没错。大冒险，肩并肩。对，大冒险，肩并肩。大冒险，肩并肩，可能包围每个明天。心不变，合金的能量无限。心不变，心不变，合金的能量无限。挑战成功。是克隆神勇的声音。月儿马术干得漂亮，接下来前往永庆坊找到其他四个克隆，就能解除我的封印了。永庆坊，OK， 克隆神勇，合金守卫小队出动。马术，快看，这里就是永庆坊。太好了，月儿，我们赶紧进去找找线索吧。班尼看世界，带你去冒险。黑夜熊嘛，谁呀、啊？我们还有科隆。收银卡，来，赶紧看一下。找到另外八名合金守护小队队员，完成指定任务，拿到其他四个科隆。哦，明白了。那我们赶紧去完成挑战吧。走。女儿，来。你说其他科隆会在哪儿呢？我哪知道呀，李小龙祖君，我们看看。那我们进去看看吧。进去看看。哇，谢世家，哇塞，这里就是李小龙祖居了。月儿，我感觉完参观完这里，给我个双截棍，我就是李小龙了。可不是嘛，我觉得我现在能一个打十个。我要打十个。走。哎呦，月儿，你看我们的小队员。嗨，你们好。这不是狂暴吗？可以给我们吗？现在？当然可以啊，但你必须完成他手上的任务才行。任务？模仿李小龙耍双截棍，与木人桩对练咏春拳。明白。明白是明白了，就是。哦，这么难。来，马术哥哥，这是给你的道具。我感觉完参观完这里，给我个双截棍，我就是李小龙了。这个让我打，我觉得我现在能一个。师傅，你在开玩笑吗？哈！cool。 哇！怎么样？打得好吗？哎呦，表现得还不错嘛。那当然。这是奖励给你的哟。哇，狂暴解锁了呀。好，谢谢你们，那我们现在赶紧去往下一站吧。好，走。拜拜拜拜拜拜。
绕了一大圈，翱翔在天边，跟我去冒险，环游全世界。我绕了一大圈，翱翔在天边，跟我去冒险。月，你看，越剧艺术博物馆，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哎，马叔，那里不是我们合金守卫小队的小队员们呢？你去问问他们。哎，这不是我们的冰岩龙吗？可以给我吗？不行。啊？为什么？对啊，要完成任务。任务？任务是什么？看看，参观越剧艺术博物馆，并学习越剧知识，出来后回答小队员的问题。哦，这不简单吗？没问题的。那我们得进去好好学习学习。啊，走。走。你觉得他们会问什么问题啊？戏关于戏剧的起源、发展、发展，对。哇，好美啊！真的好好看。而且感觉他们都是自己在画。是。哦。看到是行当的设置。越剧的行当分为了十种，分别是一墨二进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天。九夫十杂，这十种我们先记下来，有可能会考。生旦净末丑，对，然后外小贴夫杂，外小贴夫杂，很多戏剧演员在船上唱戏哎。亲亲我，妈妈与你到，你倒是到，出来啊到。我们回来了。提问吧。请问越剧里有哪几种行当？至少答对七个哟。这十种我们先记下来，有可能会考。生旦净末丑。对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一共有十种行当。是的。生旦净末丑。哎，前五种比较容易，后五种好像是，月儿姐姐就在那里。哇，太厉害了！你们竟然把我隐藏在这里的合金碎片找到了，乖乖受死吧！